曾经风光的分多山，如今竟成荒地。孤独的进行依旧孤独，无意识、无尊严，你毫无所进攻的阿修罗，如今的凄凉，又或者是战争不要归的答案。昆陀山怎会变成这样？地面机器转世，附近灵面出现一次。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万妖罗的力量越变强大，这样固定下去，将无人可阻。根据天龙星所言，除非阿修罗脱离天界的控制，但要如何唤醒阿修罗？真是麻烦，看来除了找出那个野心，无其他办法了。好听。突然，剑气刀锋将至，塑胶兵合，英雄攻击阵型之空。阿修罗。万一我有十万就来吧，所以今年难道天龙星因有其他的机会要来去看卖的？破军复光总必须急金陵，众军如立，使你单台之苗归去。忽然，万军动力，欢迎贵宾，欢迎贵宾，欢迎贵宾。一阵清凉时候，随风飘动。万心万心一万心。转如转得是转心，脑中尽是做万贯，将阿文武半边天。这是永远都是做行人秀。九尾鹿，千叶欢机。继续求医，便以这几种动作用红洗地吧。先要滚工的破滚后火拳进攻，正是投机布阵最凶秀，引高步兵迎机关，这就把速还击。雪纷纷，云绵绵，八日惊涛独立花树下，闭眼聆听风雪中的笑声。迎击兵出地上的分道声，步步接近，直接人不该上雪崖，是高路。急急急急！杨海雕以列为四国必夺目标，我们领着四海来到，将伊引爆何种极端？一条蛇受够特殊歌声吸引，在密林之中找寻歌声来源。但密林中难见道路，一条蛇一时迷失了方向。清风公公兄弟就在此处，进入大哥，
看你这种严姐姐答应你的求婚之后，你就满面春风，泣不自胜。这种心情，以后你若找到红师，你就会明白。现在你也不能体会。你的中红一同心海公标昏昏，你想做什么？想亏英雷小将威震四方，今日英雷无所镇压天雷中，今日将赛多开启一场生存斗争。修罗，你引入天雷中的阿修罗，准备继续前进，瞬间天雷寒攻，就攻满了罗。哦，哦，阿修罗，你满了罗将攻中此地，是为正义，今日新疆。刺客刺客刺客，清空别人数分钟，前往极境，与潜入团体之间的合作要如何应受？王定将鸟军前来引阮行说，杨海雕又将如何应对？伊也说心力低估，心业外销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恰出心欲平凡，如果蜕变之后的数据表结果又是如何？阿修罗心寒天雷中，归国忠勇必杀之计，应能顺利解放阿修罗，阻止蛮妖罗的运作吗？欲知一连串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的《霹雳金环武之兵家良魂》第24集《生死一战》。